啊！又躺下了？还干什么？在干嘛呢？又？刷手机啊！你干啥？干啥？碗也不刷，孩子也不管，吃完饭放下筷就一躺。你不是在家顶梁柱吗？都有你呢。你长膘了你吧？在家躺着，饭后不得运动运动啊？我在养身体，给你拼三胎。切，拼三胎？三胎？媳妇儿，我听说夫妻之间结婚时间长了，连亲亲都觉得恶心，你还要三胎？你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的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嗯。没有，那你亲我一下。呜。啊。干嘛？算了吧。亲一下，你快点。算了吧，看你下不去，真下不去嘴呀、啊。我给你200块钱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啊？扯远了哈。怎么了？亲不亲啊？下不去。媳妇儿，你是我上了彩礼、入了户口、明媒正娶的，我怎么不能亲你啊？来亲一下。不亲。不亲是吧？不亲。不亲行，我给我丈母娘打电话，我退货。来，你就会这一出，来，就当姐就当奖励你了，来吧，亲一下。那媳妇儿。咋的？这200块钱还要不要？当然要了，说好的200块钱，干嘛不要啊？来吧，快来，给100行吧？咋的？这一下怎么还去掉一半呢？那你平时给我零花钱不多啊，媳妇儿，这200块钱对我来说，在你那里看不出来多少，在我这里是巨资了，真的是怪头疼啊！行，100就100，来吧，100也行。啊，又咋了？50行吧。咋又少一半呢？不，100块钱我给你了，我就吃饭都不够了，我这个月。50也是白得的，来吧，50就50了。这你别笑。什么呀？行吧，还算了吧。作业赚一点原因吗？这50块钱，关键这也不是刚需。他不顶吃也不顶喝的，那算了吧，不亲了。你这是乌龟掉进烟缸里，你这闲死了，你这只小王八是吧？什么呀？跟我玩呢你？你这一晚上一会儿200，一会儿100，一会儿50的，50也不亲了。啊？不亲也得亲，亲也得亲，快点来。给我20啊！20，我给你20，亲一下。那好吧，媳妇儿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亲一下了。嗯。啊！这年头，钱难挣，屎难吃。你干嘛？你刚才说什么啊？什么屎难吃？什么屎难吃？你刚才啊，媳妇儿，什么屎难吃？